票。哎，可以，真的欢迎。有，现在正在直播。在直播、哦？嗯。这么多台啊？对啊。今天是那个招募那个士官兵嘛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没错，国军人才招募。啊，你们是招募那个宪兵单位？对 对, 對。哦。啊，今天有这样赠送那个什么赠送奖品？有啊有啊。有啊。想要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是问你。我有简介啊，简介赠送奖品啊。哦。对啊，然后说明啊，这样子。目前那个招募宪兵是有比较条件是怎样？条件哦，条件就是。刺青的话只能平方五公分，然后现在没有查三代，现在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前科就可以了，没有前科就可以。对，年龄限制吗？近视吗？近视600度以内。对对对。啊，整个年龄？年龄的话是在32岁。32岁。对，18到32岁。对。那还是要那个经过甄选。哦，对对，就是会有简单的一个正式考试这样子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李尚勇是一个，是那个什么 model 的。对对，model。李尚勇。